但是不太舒服，就是本来今天早今天晚上撑到江苏，但是这两天拉肚子拉的真的是特别难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那个打造小号的那个视频？今天打造小号就会打到睡着的，大家知道吧？精神状态特别的差。然后我本来计划是直接发个公告，然后就不直播了。后来我一想，好多小伙伴他们不看公告，都是看直播。后来我说那专门开直播吧，开直播顺便给大家发个红包。今天一共是送了40Q币，抽了两个20Q币，发了个100块钱红包。没有，我抽大的，本来是计划奔向欧洲。到明天吧，好吧，小明，我今天晚上早点休息。这两天吃中药吃的快废了，再来给大家看中药上面写的什么东西啊？给大家看看。补脾胃，益肺气，用于脾胃虚弱、食少、便溏、气短咳嗽、肢倦乏力。看到没有？用于脾胃虚弱，意思是他说我肾虚。医生说我肾虚，妈呀，当时我就蒙圈了，我就没。好吧，小伙伴们，今天咱们就不直播了，咱们到明天再直播。今天不行了，好吧，红包都没有发呢，咱们就下直播了，好吧。咱们就是给大家说一下，说今天不直播了。我希望大家也可以这个主动的去这个视频里面给这个小伙伴们说一说，就是拉直播说了，说今天晚上不直播了，明天再直播，身体不太舒服，好吧，咱们今天。